好歡迎偉哥陳偉咧嚟到我哋 SDMG 嘅大本營接受我哋 CCU 嘅訪問啦。好高興見到你，我都好高興啊！難得可以嚟到多倫多嘛，又可以接受你哋嘅訪問啦，可以同多啲嘅平時係冇可能接觸到嘅觀眾，而大家又係好支持啦，同埋好欣賞我嘅，我就好開心啦！因為呢度嘅人真係好熱情啊！今次咧係咪同埋先生一齊？係啊係啊，咁啊，因為差唔多都係農曆年假期啦，開始啦，咁所以就陪埋我一齊過嚟啦。因為佢都好難得啊，做醫生嘅，咁所以都好難得可以有比較長少少嘅假期，咁所以都難得可以出嚟玩一下，咁啊順便啦，即係高於工作於娛樂啦。哎呀，好好啊，真係，快啲捉住佢去周圍遊覽一下，有冇話邊一個景點啊？即係我哋多倫多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旅遊城市嚟。其實係啦，都食咗好多好嘢啦，係啊，同埋又去咗 Outlet 啦，跟住就一晏啲我哋會出城，去參觀一下，係啦。有冇咩收穫啊？去咗 Outlet？又冇咩特別收穫，因為咧即係呢幾年嘅疫情之後咧係改變咗好多生活習慣，即係以前都會中意出街去 shopping 啊，周圍睇下嘢買下嘢，但係而家係少咗好多。上網撳啊！係啊係啊，冇錯，無論係買啲係啊，即係買衫啊、買鞋啊呢啲之外咧，連買餸啊，我而家香港其實都以前都係去街市買餸，而家連買餸我都用個 app 買。太方便啦！即係你揀揀揀，跟住送到嚟有新鮮喎。係啊，冇錯。咁今次難得有機會可以去shopping 啦，咁李先生會唔會都係一個中意陪你 shopping， 定係坐喺出面？啊，咁又唔會喎，調翻轉喎，係我陪佢，因為佢更加係冇時間。平時佢最多只會係逛書局嘅啫，佢係唔會話去買一啲嘢俾自己啊，或者係點樣。所以我都會陪佢去揀一啲佢應該要用嘅嘢啊，譬如買西裝啊咁之類咯。咁你自己煮嘢食就好叻啦，咁煮飯經常會即係下廚。係啊係啊，經常咯，因為照顧好一個男人嘅胃其實都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感受到即係有屋企住家飯係零舍有温暖嘅嘛，咁所以大家都好著重呢樣嘢，所以有時間而且係我自己嘅嗜好，我自己好中意烹飪，所以經常都會煮飯。咁屋企嘅廚房全部係由你操控㗎啦，冇錯，佢係唔會踏入去廚房度，唔會嘅。曾經咧都拍緊拖嘅時候，我都曾經有嘗試過話。我翻工好辛苦喎，不如你咧去街市求其買啲嘢，你煮餐飯俾我食啊！即係俾佢考驗，係啊，有啊。咁佢都真係去做，佢真係成世人都未入過呢個街市，都肯願意為我去做呢件事，其實幾 sweet 嘅。咁佢買咗啲爛茸茸嘅菜心啊！點會俾阿姐呃啊嘛？我唔知佢啦。爛茸茸嘅菜心，即係可能係菜心苗，其實可以靚啲，但唔知點樣爛茸茸。咁啊，買咗一啲嗰啲凍肉鋪裏面熱鋪，即係人哋攞嚟 barbecue 嗰啲咁嘅牛扒、豬扒嗰啲咧，咁啊買咗幾件咁樣，咁啊好似得呢兩樣嘢啫，都好，起碼佢唔會將我個廚房都混亂噶啦，即係做呢兩件好簡單嘅事都搞到好混亂嘅，咁都懷疑緊啲嘢有冇整熟嘅，咁但係都開心嘅，佢又真係為你做去做呢件事咯，就算係人哋熱好咗都唔會話太難食。但你舊年就正式入伍啦，你都唔介意公開你嘅年齡啦，係咪？同埋踏入50歲啦，有冇咩心態上面嘅改變？最重要都是 keep 住健康，健康最重要，因為身邊都聽到有些朋友經常即現在就算不是大病或者有些流感啊咁樣，即經常都會病啊。咁我覺得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是最重要咯，即係應付你的工作啊，應付日常啊，你都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咯。最重要係呢樣嘢。你自己算不算是身體好好咧？都算幾好嘅，即係唔係話成日會小病啊，或者小病比較少，大病更加冇。咁我諗可能如果真係好辛苦，一套戲拍完嘅時候，即係捱緊嗰段時間都冇事嘅。可能你拍完之後，個人突然之間放鬆咗咧，就可能會真係需要瞓幾日咯，係咯。其實同你先生嘅身份有冇關係咧？都有㗎，都會叮囑你嗱。你今日拍得咁辛苦，休息翻多啲啊！咁又唔係喎，之後我問佢啊，有啲頭痛，即刻可以遞粒藥俾你。
咁誒，最後想問下你啦，有冇試諗過自己做到幾多歲嘅時候就會停落嚟，或者慢落嚟咧？嗯，咁又唔知喎。我覺得最緊要真係啊，熱誠係一向都有嘅，一路都有嘅。只要有新嘅劇本俾我，就好開心嘅，有得睇。而家一路上升緊嘅，繼續。keep 住，平穩嘅。keep 住啦，即係如果有好劇本就好開心啊！突然之間，如果唔係話特別係太大的轉變的太大的難度，我覺得都很好啊，都有即不同 的對手啊，咁又可能睇可唔可以撞一些新的火花，都很開心的。咁嚟緊就我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停下嚟，我相信都不會嘅，即最重要是自己的體能啊、身體各方面係可以做得到啦，同埋大家觀眾係中意睇啦，咁都除非你討厭我啦，咁我或者會匿埋嘅。咁如果唔係，都希望可以繼續有呢、這個唔同嘅作品可以俾大家睇到。電影咧會唔會有機會？一路其實都有啲嘅，咁就都係客串多咯。咁之前其實都有一套係揾我，咁但係因為公司可能覺得我即係有啲期待咗，就冇接到，嗰個有少少可惜嘅，係咯。不過係咁噶啦，我覺得係演藝呢個行業係即係好講去嘅際遇啊、運氣啊，其實都好緊要嘅。咁miss 咗一個 chance 都唔緊要嘅，咁總即只要你係努力嘅，其實繼續。有不同的一些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會來的，我覺得是的，運氣好的。很開心啊，同偉哥咧傾偈咧，即係好多正能量俾到我哋啦，即係話到俾我哋聽好多，你點樣面對唔同情況嘅一啲心態啦，咁啊，即係趁住呢個農曆新年，我預祝你咧今年就繼續多啲劇拍啦，多啲喺大銀幕度、大小網銀幕都可以同我哋見面啦，多謝，咁我就再期待你下一次再嚟多啲好啊，多觀眾見面啦。咁我祝大家咧都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樣樣都順利。Thank you。